共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，听大禹。话说宋朝，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，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禹茶馆，选择收听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返回京城，蔡京出手真的很辣，臭名昭著，召集力气党人碑。这个党人碑啊，算是终极迫害的这个终极版的政治迫害啊。所有能想到的招数，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条之外，基本上反正有什么都用上了。咱们就举个例子，比如说碑上的人里啊，死了的司马光、吕公著他们啊，追回一切追风，打成牛鬼蛇神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没死的呢，远远的都给贬到了南方燕帐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。可以预见，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，范纯仁的操守，基本上就是死定了。这只是普及型的打击，下边还有精确针对型的打击。碑上的名人们，谁是有一技之长的，可以嚎啕痛哭了。他们一生的心血不止变成了追命符，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厄运。那比方说宋代的这个四大名家啊，书籍这个书法的四大名家是吧，苏黄米蔡这四大书法家。这个黄庭坚呢，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，内容呢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，很好，他的著作手记全部给销毁了。苏轼呢，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，宋朝的荣耀刚刚才射回北方，恢复名誉，这时候上了碑了。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就保不住了，不只是他，三苏的文字，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尽之列。其余的，你像宋朝历史系的名人，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《唐鉴》啊，范镇的《东斋纪事》啊，这个什么僧文莹的这个《香山野录》等等等等，全部都被毁掉了。唯一幸免的就是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这本巨著啊，不管出发点是什么，由什么人写成的，但是它本身的价值呢是无法估量的，这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，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屋及乌。可是蔡京这边呢，不管毁，真要爱财的话，东汉的蔡邕不会死啊，还会死吗？啊，人都能杀，何况一本书，烧，连印版一起烧掉。而危机关头啊，有一个太学博士站出来了，他叫陈英忠。这个人非常聪明，他明着没反对，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，题目引用的是《资治通鉴》的序文。哎，安全了，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了。《资治通鉴》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，当年写成是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，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，这不是圣物，什么是圣物啊？对《资治通鉴》有心无力，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。他在另一些方面呢找回了平衡，打击面扩散，辐射到了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。都有谁呢？你来看看啊。这时候蔡京宣布啊，这已经是开这个一代之先河了，前所未有的事儿了。之前最狠的张敦也不过呢就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，让这帮富二代们呢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。哎，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考出文凭来了，那也不受限制，该当官还当官。比如说文彦博的儿子文基甫啊，在彭文馆之狱之前呢，他还好好的当着官呢。而蔡京宣布什么？说凡是党人碑上的这个子弟们，第一，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，已经定亲的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。第二呢，不管你是有官还是没有官，都不兴在京城居住了，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查点，严格监控，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弟子弟呢是同罪的。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，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，不仅不能当驸马爷了，连当官都已经成了白日梦了。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，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，可实际操作里呢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重之负啊。你就比如说吧，一个叫程端彦的一个小官啊，只是呢鄢陵县的县尉，典型芝麻绿豆大的官，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嘛。可是在这场运动之中，他被罢免了，变成了一介白丁。至于原因很简单，他爹呀叫程颢，他爹叫程颐。
再比如说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，哎，真是了不起，大考之年文章盖世，礼部试第一名，真是一头绝世神牛。若在往年，他那前程的那名望必将传遍神州，灌溉一时。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，把第一名换上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。因为李阶的爹叫李绅，那是资深型的党人，并且他舅舅更厉害，哎，就是上传给张敦讲课的陈冠。你说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呢？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。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，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？哦，蔡京想了想，根据以往丰富的党政经验，还不到位，还剩下一批人，差点让他们漏了网。前面这些个党人都是元佑时期露头的，截止到宋哲宗去世为止的造反派，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出力这段时间里，那不还有一批吗？那一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，他们应该怎么处理啊？这类人也被整理出来，一共27个，以刘凤氏为首被贬官外放。注意啊，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，连之前担任一些公冠之职的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没有了，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，只能自食其力了。下岗再就业了。到了这一步仍然还没完，不久之后蔡京啊想出了新点子，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这一个顶级元老会。那个时候他们俨然呢是另一个小朝廷，论起资历威望，那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啊，哎，直接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实行。这哪成啊，现在好几百的元老都贬出去了，要是再组成什么元老会谁负责呀？为了杜绝这一点，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员们不许扎堆生活，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，不许出城。朋友们，这可就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。但这些还只是开始，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，不许教授学生，不给任何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、有毒倾向。你说这还让人活不活了？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，一条接一条，打得党人们呢是晕头转向。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，说这个蔡京到底是怎么了啊？是吃拧了，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了体了？怎么变态到这个地步？有这么虐待人的吗？直到这时候，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，制造出蔡京的就是他自己。搞清了这一点，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怎么样才能结束党争呢？第二，怎么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呢？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。这个党争啊已经有20年了，你要是想结束它呢，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一定要温和啊，要不偏不倚。具体起来呢，要像赵佶刚登基的时候那样，从皇上开始啊，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，那下边自然也就平静了。哎，等时间一长，大家习惯了，互相温柔了，这世界自然就和谐了。好，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，说某个皇帝是个中立派，那他是个中庸的态度，那么下边自然不就平静了吗？哎。好，这个皇帝是中立派，不偏向哪一方，更不打压哪一方，请问下边的大臣会怎么样啊？是安静了吗？空口无凭，有实力为证。宋仁宗，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忠正的君主，他对臣子们好吧，可偏偏正是党争的原发点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，堂堂300年第一人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，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，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的是无法无天，平时脑子里想了就说，说什么也没关系，甚至说的多等于努力工作了，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。这时候你让皇帝怎么办？只是温和就行了吗？人家拼着不当官的都要说，一个温和一个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，只能是什么，以暴制暴。要想消除党争，一是长久的不改变的支持某一方，保持政策不变；二是要把两边都打倒，一个都不留，这个世界才能安静。蔡京不是皇帝，没法制定方针，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。那既然做了，咱们就来票狠的，
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呢，蔡京是不分敌我不分新旧，只要说你对我有威胁一概扫倒。比如说什么张敦了曾布了，本来这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，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，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，哎，这就是新标签了，以党争的名义你们俩去死去吧。这样结束党争，蔡京算不上是大仁大义，但是绝对大智大勇啊！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。如果还有，可能咱们就想不到了，对吧？问题二，关于生存的问题啊，生存的事。党争到了这一步，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轮倒两次以上，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了爬起来，流放回京再爬起来，期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。什么共同的终点呢？一共同的终点啊，就是倒台死亡，无一例外，谁都一败涂地，强如王安石、司马光也没法幸免。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，要怎么能活下来呢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呢，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，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。他的零拒绝服务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有这样的心胸，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，就会得出一绝望的答案来。就身在潮流里，浮沉不自由，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做帮兵，都只是片刻的荣誉，永恒的悲剧。要想活，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底下，唯我独尊，这才能唯我生存。都是你们逼的呀。这是一种顿悟，产生的后果呢，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，一点预兆都没有，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、杀人最多、不问青红皂白、斩草除根、害人到死的人。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真切的就反映了这一点。这例子是谁呢？咱们前面提到过的张商英，新党元老，亲手为他写的拜相之，文字极为饱美，可以说啊，对蔡京非常好了。可是元佑党人碑上就有张商英的大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威胁，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，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。那好，只要有可能，我就先摁到死。蔡京成功了。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，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，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，他成蛊了。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啊，下面要说的就是蔡京变成了什么。作为祸国殃民、毁灭国家级的奸臣，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、曹操等著名的反派相提并论，这不对。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，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的浅薄，非常的实际，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，是被动的应战，而不是主动去害人。后边发生的事儿，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。宋崇宁三年，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呢，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传说呢，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。王安石说，小京啊，有点过了啊。蔡京说，首领啊，我想活下去。哎，这是关于元佑党人碑的。司马光说，小京啊，有点奢侈啊。蔡京啊，很郁闷，说我想活得舒服些，谁让我之前受过罪呢？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？这是关于赵佶、蔡京等高级领导生活水平的问题。生活水平这件事实在是最小也是最大的事儿。说的小，小到了用餐的器具。某一天蔡京上朝，发现年轻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，主忧臣辱啊，当然问清楚皇上你怎么了。这时候赵佶啊，羞涩又犹豫，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，哎，都是顶级的呢，这个餐饮用具。他说了，说过几天要大宴群臣了哈，我想用这些玉器，可是呢，我又怕人说三道四，说我太奢侈了。蔡京乐了，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，自古以来礼器、名器、国之重器、皇帝之玺，那都是玉制成的，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啊？现在赵佶贵为天子了，本身就是个追求完美的人，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能像样呢？蔡京提了件往事，说嗨，这当年呢，我这个出使辽国啊，辽国皇帝宴请我的时候，特意拿出一只玉碗，说是五代时候啊后晋石敬瑭的旧物，哎，不知道现在南朝还有吗？言外之意就是辽国在炫富，你看我有玉碗，你没有啊？你鄙视宋朝啊？说来这也是事实啊。宋朝虽然贵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帝国，但是帝王的生活呢，一直是挺节俭的。
不仅是生前，以仁宗为例，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，死后更是节俭的惊人。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边最朴素的，秦有秦始皇陵啊，庞大震惊天下，汉有武帝茂陵，那也是巨大的群落，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乾陵，挖山为穴，是吧，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来陪葬。明有十三陵，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啊。清朝更上层楼，康熙、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，一修几十年，落葬的时候墓穴是富如国库啊。辽国一点儿都不差，源于习俗，他们的墓啊都修在深山老林里边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缕玉衣，其样式呢比汉人的更精致，陪葬啊以丰富著称。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，挖到了辽墓呢就是挖了金矿了。宋帝陵呢是最寒酸的了。第一，修建时间短，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是修的啊，山陵史都是宰相负责嘛，对吧？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了。第二呢，陪葬最薄，只有皇帝用金器，其余的什么后妃了，哪怕是到高涛涛那个级别啊，也就是镀金。所以赵佶面对玉器啊，很头疼，既流口水吧，但是又怕烫手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搞才好。蔡京举的例子呢，有些打动他，是辽国用得，我就用不得吗？思前想后，哎，他还真是啊，用不得。他想起了老爸沈总，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，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，那最瘦的，就算挺过去了，造好台上去玩去都没兴致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蔡京有办法，用辽国刺激不成，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，最大的经典来证明，行不行？他一共说了八个字，让赵佶是如梦初醒啊。哪八个字啊？叫易经云，风亨欲大，周礼曰，为王不快。哎，这为王不快意思是说什么？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啊，想怎么花怎么花，要达到风亨欲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，那才算好的。赵佶一听，好嘞，那真的是啊，太棒了。哎，他明白当皇帝要怎么当了，古人撑不起我呀，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，没错了，一定是这样的，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，为什么争得头破血流的？享受嘛，无边无厌的，不必计算的享受嘛。再从这个时候起，赵佶啊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，以天下养他一人，你全国乐一夫，怎一个快乐了得。回首前尘，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丸引发的悲剧，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。以上还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里的一件，另一件呢在当时很不起眼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崇宁三年3月24日，公元1103年，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啊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，一个生命呢诞生了。传说这孩子啊，在崇宁三年3月24日哭声响起时，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，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，在农舍上空呢是盘旋飞舞，那是鹰，也是雕，那是传说之中的金翅大鹏鸟。那家农夫，他姓岳。帝国的崩溃，延续的种子都在这个时候种下，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、蔡京、童贯等人，延续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男孩为分界，也已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。那么这个孩子又将经历什么样的成长历程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各位，你想跟大禹交流吗？你想跟大禹辩论吗？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？你想骂那孙子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禹是宇宙的禹。